有没有为了老公穿高跟鞋，结果反而被老公嫌弃？之前去他那个亲戚的喜宴，然后他就穿得很正式嘛，然后我想说带小朋友去就穿平底鞋就好了，然后就跟我说打扮一下，他穿高跟鞋啊，啊那双高跟鞋 又是我隔天才去买的，没有驾驭过，没有穿过。那我就到会场的时候呢，大家坐下来吃饭都还没问题，可是呢那时候主持人就说新人要进场，然后叫我们大家站起来拍手，结果好死不死那根高跟鞋我没有穿过又很高，然后就踩到那个椅子的裙摆，我整个扑到那个桌上，什么鱼翅鲍鱼都到我身上，然后就真的超丢脸的，然后他直接往旁边直接从厕所走掉。很贱，好坏哦！他自己都不看场合，像有一次要不应该穿高跟鞋，我们要去那个红炉地拜拜，因为跟朋友他有女朋友，他的女朋友会去，他想说女生就一定要穿高跟鞋要比较，结果他穿了走了走了，右脚的高跟鞋跟就断掉了。然后那现在怎么办？我看电视上不是都敲断另外一边吗？我一敲整个鞋底就断掉，底就整个跑出来了。然后说那你的鞋要给我穿，我就给他穿，我就打赤脚走在那个楼梯超高的，然后我就听到一对情侣说：“你看，我就跟你说这边很灵吧，这个男的打赤脚来还愿的。”我超糗的，我走超高的，他是我来还愿的，我穿找洞砖的，打赤脚来还愿了。好，你就说我们是爱美才自找麻烦，对，但是你一定不知道我们为了美做了多少牺牲，真的，我们准备了几双高跟鞋，让你们体验一下老婆平时穿高跟鞋有多辛苦。来，女人穿高跟鞋究竟有多辛苦呢？为了让男人们了解，就让我们进入男人高跟鞋大考验，让男人体会一下好吗？我们有个状况句 ，OK？ 纳豆是，你就是，我是歹徒，你是歹徒，然后你带背着包包走在路上，好。那我抢什么？对了，你不是高哦，你已经好性感哦。去换个迷你裙。你好修长的腿。OK， 好。真的。哦，好，那我抢他。他西德在路上发挥了正义感，因为看到有人抢包包，然后呢，西德就帮忙去追犯人，犯人跑得非常快。请问西德追得上吗？当他穿着高跟鞋的时候，西德哥不要摔倒，加油，西德哥加油。是哦，快点，快点，西德哥，快点，这边，这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西德哥跑快一点！为什么他的膝盖？你跑太慢了吧？他完全没有在走，困难吧？你好像进吗？进，真的很难了吧？真的很难，很痛吧？啊，很痛啊。痛还好了，他没有穿很久，他没有穿很久，不要这样很舒服、啊。而且你没有走，你走，而且你没有走路，那走路那弯个膝盖，你是怎样、啊？好丑啊！在干嘛？你根本就是你膝盖还是弯的？你看呢、啊？根、okay. 本就是太难了。好，赵林，该你了。喝醉酒。OK， 接下来状况剧是侯昌明，太性感了 ，Oh my god！殊不知以为是女生。蔡明哥，你先起来走个路，我们看看啊。哇，光看那双脚真的很美耶。很美，想把我的脸。对啊，我可以跟你交往。那脚多稀白啊！你看，哇塞。有白有嫩。等一下，这车怎么这么晃？你会跌死啊！好晃哦，想办法起来。你腿的，记得帮他扶另外一边。你腿可以合起来吗？腿合起来，膝盖打直。膝盖打直。腿还要合起来。对对对。那都帮他扶一下。等一下。不是，我们第一次穿高跟鞋，我们先照我们的走路的方法走一下，好不好？你走两步看看。好，气要往上提，气要往上提，扶一下，扶一下，屁股夹，屁股夹紧，屁股夹夹紧。不要外脚太开了啦，昌明哥，这样比较，这样比较稳。哎，你这样很像七爷八爷，很丑哎。好，昌明站好，昌明站，喂，昌明，你这跌倒不是开玩笑的。昌明哥，好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你的状况是膝盖伸直啦，你的膝盖伸直，你那么节俭的人，哎。地上有零钱，你一定会捡。你捡的就是你的通告费，多的，好多的，对。对对对对，我跟你讲，你为了要激起我的斗志，我跟你讲，你弄几张十块的，不行，不知道。不管我。没有，对，你这难高难度，你看弄到那么远，那个十块。对呀，对呀。大洞丢十块点，太棒了！对，丢十块就倒立。明哥，你可以的，倒立。哎，站起来，蹲下，蹲下，站起来，蹲下，站起来。女生不能腿这样开开，不能这样张开开。女生腿不能这样开，很难看。性感，快剪呐！我
塞，我都想给你钱呢，好可怜哦，好认真哦，狗爬树，我这放这里，好笑。哇塞，真的还有这里，还有这里，这里这里，又爬了，又爬了，不会吧？来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快点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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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秀敏，加油，加油，秀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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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站起来，加油，加油，秀敏，你哪哪，秀敏，你看看，快点，弹掉，弹掉，站起来了。扶着，什么感觉？哦，哎，不是，有谁会穿那么高的啦？不是，会，我告诉你，不是这么高的问题。现在你就知道那一年在澳门，他这样跟你走路是过什么日子了吧？真的，就是这个 feel。所以我就说嘛，去澳门不要穿高跟鞋嘛。你还去天秤座？不是我回不去啊，自己想办法回去。脱下来，脱下来。我这太高，这几公分啊，到底？他可能前高后高，前面有点高，所以其实这双还好，他前高后高还好，对，前高后高其实是 OK 的。你要不要来穿穿看？我老公那双才比较高，对他那种比较难穿，对他那比较难穿，真的脚会抽筋，没有，没有错啊，不啊，真的没有吗？真的没有吗？真的没有吗？闻到那个味道吗？后面需要呕吐袋没有啦，夸张。脱袜子了，这样很丑。他怕脚臭啊，他脱袜子了。没有臭啦，拜托。不相信你塞嘴里。你怎么站那么远？对啊，你不是说不会吗？不知道问人家鞋放在哪里吗？鞋垫我还可以。好合脚哎，好看，而且你这样哦，整个好风格好搭哦，好搭你今天的穿着，好搭惨了哦。Ben 的题目是在夜店遇到了真命天女，他想要跟那女生跳贴身热舞，以博得那个女生的欢心。他能成功跳出吸引女孩的舞吗？所以请 Ben 对着徐小可跳舞，徐小可要觉得 Ben 的舞跳得好看才能结束。哇，暴喜啊！呜呼！还有蛮灵活的吧 ？Oh my god！ 还可以啊，好灵活，好灵活！你有没有偷穿我的高跟鞋过？多么多灵活，你看多灵活！感觉他在家里还可以这样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你在家里体力不佳，体力不佳。为了增加，为了增加你个人的魅力，所以 Ben 决定换上了这双黑色的高跟鞋。换更高的，其实很灵活。不瞒大家说，我现在左脚大腿有点抽筋。你对，因为他四楼有点抽筋，这块现在太过有去打过够哈，会抽筋会抽筋。很厉害，你有我帮你，哎，你真的很厉害了，以后就去泰国发展了。哇，他在家应该常穿小可的高跟鞋，应该常穿多穿。目前三个 Ben 穿高跟鞋是最会穿哦。不愧是偶像团体出身的，连穿高跟鞋跳舞都可以那么的轻松自在，厉害厉害。